大家好，11月23日，据台湾媒体报道称，台湾知名新闻女主播周玉琴与名嘴赖月谦官宣领证。要知道，两人之间相差了12岁，周玉琴如今52岁，赖月谦64岁，两人年纪差了一轮，但还是幸福地走到了一起，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，也是引来无数网友的热议。在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两人非常幸福恩爱，很有夫妻相。只见周玉琴身穿大红色长裙，手里捧着红色手捧花，整个人显得十分优雅端庄，气质很是出尘，一头齐肩短发让她更加的富有魅力。真不愧是新闻女主播，尽管已经54岁了，但是魅力依旧不减，温柔大方，就连皮肤都是那么嫩白，水灵灵的，没有丝毫皱纹，可见平时保养的有多好了。反观男方则显得比较普通，不过却突出了一种学者的气息，毕竟是大学教授，还是名嘴。戴月仙当天也是穿得相当正式，一身黑色西装让他显得年轻了不少，只不过已经64岁的他还是有点显老，脸上的皱纹十分突出，两鬓白发也是非常显眼。他在照相时也是亲切地搂住妻子的腰，两人显得十分恩爱，这是让网友们吃饱了狗粮呀。周玉琴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发文官宣了这条喜讯，并配文称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合适办大事，1122成双成对。在发出动态后，无数的好友为两人送上了祝福。两人在官宣恋情后也是时常会秀恩爱，而且在共同参加节目时也是丝毫不掩饰，晒出两人的订婚戒指，可见其感情确实很好。两人都有过一段婚姻，相信两人更加会珍惜这段感情，希望两人的爱情天长地久，祝两人新婚快乐，和和美美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